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我是信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Emmy Cohen，这个我很喜欢的钢琴手。那他尤其这场第57集的直播，我特别喜欢这场，因为就是一个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感觉。然后他们是在庆祝 Emmy Cohen 的生日这样子。那这个是其中一首叫做《On the Trail》，就是在一个 Grand Canyon 的组曲里面，然后他把它截取出来，然后把它改成比较爵士的版本。那这个鼓手是 Kyle Poole，那你可以，我觉得这个前面这一段他做的这个事情还蛮有趣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swing 比较 swing 的曲子，可是他前面也没打什么 swing，可是他其实一直都在打。等下可以看，然后可是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 swing，你可以听听看。咚咚。OK，你可以看到他刚刚都还没有打什么传统的叮叮叮叮叮叮那种把那个传统的节奏，可是你可以还是可以感受到 swing。这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虽然手上他打的是这只是就是比较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比较那个应该可以算16分音符吧？哇，对对对对对，对啊，16分音符，然后一三拍开把开 hi hat 的。开把这样子，你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你如果你的内心，然后你是维持 swing 的感觉，你打这种东西其实还是可以 swing 的。就是如果你就算只是一直用16分音符为基底的东西打，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这、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处理方式。你不是 swing 都一直打 swing，你只要把跟其他的那个乐手 time locking 跟你的贝斯手 locking。其实你就算这样的，还是可以睡的。OK，这个我蛮喜欢这首的，有机会可以去听整场，非常棒。